无数的神奇的传说，在没有电视的年代，我们从小就听着这些故事长大。民间有一神秘的组织，老一辈的人可能还没见过。这个组织流传千年，人人背刀，每射一把刀就会留下一句预言，如果预言实现了，就会回来收账。这个组织被称为射刀人，他们又是从哪里来的？据传，最先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，他们是诸子百家中最神秘的鬼谷子一派的传人。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碰撞最激烈的时期，这个时期诞生了许多我们现在熟知的圣人。鬼谷子、纵横家是其中最神秘的一派，没有人见过真正的鬼谷子。各派创始人周游列国，宣扬自己的思想，鬼谷子却避世不出，整个春秋战国看不到他活跃的身影。但是孙膑、苏秦都自称为鬼谷子的弟子，他们在那个时候可是风云人物，搅动了整个战国的局势。能教出这样的弟子，鬼谷子绝对是高人。但是似乎从春秋战国结束后，就再也没有听说过鬼谷派的消息。到了北宋年间，记载中就有赊刀人的出现，他们买卖刀具却不收钱，百姓购刀后会让他们写下欠条，然后留下一句预言，只要预言实现就会回来收账。据说他们的预言都实现了，有的是不久就实现，有的是多年以后才实现。到了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时候，赊刀人还出现过，他们预言未来房价、粮食、肉类会上涨，种田不会再有税收，而且家家户户都看得起戏，